你好，120报警中心，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帮助？最近市局有个通知，说有一个犯罪团伙，好像在本市作案。张博，你可不许跟这伙人扯上什么关系。这要真干起来了，你们谁杀人灭口？我是信佛的。哎呀，耶稣老人家也不让杀人。既然是社会上的事儿嘛，咱们就让社会人去办。100万美金？我去。别废话，谁也不能走漏风声啊。等他发现了，那就抢。钱呢？咱找100万假的也行啊。要快啊，别耽误我事儿。只要雷们的资金到位，货不是问题啊。没王法，赶紧把钱给我拿出来。别吵吵。钱呢？那我缺钱能不能找人民警察呀？我就警察，找我。